各位嘉宾晚安，我是神话交响管乐团的团长兼任音乐总监，毕姓张，弓长张，哲学的哲，本草纲目的纲，张哲纲，欢迎大家莅临第六季的神话交响管乐团的音乐会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其实有很多人都说，我们这个乐团是不是新创的？其实不是，我们大概从2015年就开始运作了。那其实中间历经了2020年、2021跟2022的疫情，我们其实停办了3年。我们最后一场音乐会原本是2020年的三月底，可是因为那时候成大刚好有一桩这个校内的这个疑似个案，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音乐会还有所有的公演活动全部都停摆了。那在这边呢，很感动，也很诚挚的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音乐会。希望日后还有机会再见到各位，不管是在台上或者是台下。那今天的演出呢，我们总共有五首曲目，那我们这个标题叫做来杯美事吧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今天全部的曲目呢几乎都是跟美国有关。那当然我们的一首曲子是源自于英国，它是由一个英国的作曲家Percy Fletcher 所写作的一首 Vanity Fair， 由这个英国的讽刺小说所改编的一首作品。那当然呢，英美本是同一家，所以我们当然是会先演奏英国作品，再演奏美国作品。那接下来这一首作品呢，是由美国的教育作曲家Cloud Thomas Smith 他所写作的一首作品，叫做 Fanfare Ballad and Jubilee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